刚才是我们这儿的德云社的相声前辈，嗯啊，谢金，对，翟国强，这个大高个儿确实辈分很高啊。谢金是别看他挺年轻，嗯，他比我师傅还大一辈儿。我们按辈分应该管人家叫师爷，哎，对。但是呢，他跟我师傅呢，嗯，另哥们儿，怎么那么乱呢？哎，他爸跟我师傅也另哥们儿。哦，那是他们家乱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哦，他跟他爸爸呢，也另哥们儿，哎，他管他妈呢叫嫂子。行了，这个太乱了。他们家这个辈分啊，这也是一个 Miscavige 的解题。啊，对啊，当然说实话啊，唱的好听，嗯嗯，说的也很好，是传统艺术，长得又高，嗯，跟电线杆子似的，啊，要是打雷先劈死他。他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吗？哎，对了，他就是插腔子里那个。是是是。当然说实话啊，大家伙到我们这儿听相声，嗯，为什么说大家伙到我们这儿听相声能这么开心呢？为什么呢？听得懂。哎，不明白人家也不买票来。太对了。是因为我们演员用的绝大部分啊都是普通话。哎，不，这个普通话一学啊，行，都特别的开心。行，特别的，那是你开心了，知道吗？还特别的开心。没有，是特别的。别，不对啊，人家那叫普通话。还是啊，普通话一学。你废话的，你这是掉井里的话，扑通的，你这，人家那叫普通话。跟我学普通话，我怎么变了的？不对，那个普通话，你那是尿了滑滑的，你这，普通话。你说的对，不要改了，就这么说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普通话，哎，这就说上来了是吗？教得好，普通话一说出来，大家伙都听得懂。哎，对，为什么咱们国家呀，啊，推广这个普通话，一直提倡，就是说明咱们中国人有一个统一的语言。哎，对，方便咱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嘛。那么说，嗯，每个地方的方言啊。就要免掉吗？哦，其实不然。哎，这不应该。每一个地域的方言代表了当地的语言环境和当地的文化、啊、语言特色，很重要。对对对。其实来说呀，你看那个普通话就没有方言音了吗？啊，也有。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，北京音，北京话啊，掺杂了很多的普通话。哦，就北京话就是跟普通话也差不多。哎，对了啊，但也有区别。什么区别？北京话说起来呀， 啊讲究带这个儿化音，儿化音多。哎，哦，比如说啊，啊，北京人爱说，您内，您什么？您内，哎，哦，麻利您内。哦，对，这听着像北京话。哎，我教您说北京话啊，啊，就是爱带这个儿化音。哦，上哪玩去？玩去啊！哎，玩去，咱都，你去哪玩啊？啊，去哪玩？哦、哎，他是玩去，玩去，哎，啊，玩去，玩去。哎，这我都知道，这不是好话。什么叫你玩去？玩去啊，就是我刚才那个很重要。您内，对了，玩去，您内、啊、吃了吗？您内。吃了吗？您内上哪儿去？您内、哦、嘿，干什么去？您内哦，都是您内、啊、哎，加这两字就像北京话，这像北京话。哎、啊，而且你得找着那个北京人说话的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北京人都是特别慵懒，很随意。你看网络上经常传那个葛大爷那个啊、哦，北京滩，哦，现在比较火的，这是。停，你这不是您这是小儿麻痹，这是我的北京瘫痪，北京的人是往那儿一瘫、哎，哎，对，是那种瘫，北京瘫、啊，你得找着他的那种感觉哦。你要是找不着啊，我这么一形容您就找着了。什么感觉？好比说呀，啊，就是正月十五这天吃一个特别烫的元宵，哦，就汤圆那东西啊，烫到什么程度啊？哦，大锅，嗯，坐着开水，哦，得煮啊，汤圆熟了，哦，不能拿勺。那怎么着？用手捞，那不烫手了吗？赶紧放嘴里。哦，那还能好点，还不能马上咽。哎啊，在嘴里把这个汤圆啊均匀的转一圈。哎呦，那多烫啊，满嘴的这么大个的燎泡。哦，然后呢自己把这个燎泡给舔破了。哎呀，组织液咽下去之后，嗯嗯，再说出话来就都是北京话了。
北京人怎么那么惨呀、啊？这听着，你琢磨这劲儿，什么感觉？俩人街上见着面了。哦，就北京人穿衣服也不是很讲究啊。哦、你看平时出门，哎，衣冠楚楚啊，都需要正式一些。私下的生活里啊，街里街坊一见面、啊、都特别简单，就是跟邻居见面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手提了一马扎，马小板凳，拿一扇子，啊、哦、大蒲扇啊，大个的，来一个这个大裤衩，大肥肥大大的大裤衩，哦，特别大。那也是裤衩，能有多大？大裤衩能哦，就这个裤衩在这儿，然后裤腿那儿能到脚面，反正大，反正也松，松紧带也松，松紧带那多松啊！就是一吸气就掉，那不等于没穿吗？那不是一吸气掉，哎、然后穿一个跨栏背心啊，跨栏背心，跨栏背心不是你想象的，咱平常穿衬衫里边那跨栏背心哦哦，他那个跨栏背心啊，就是已经洗了20多年了。那不都卸了吗？哎，那个栏儿特别低，栏儿到栏儿到这儿，到大胯这儿。对了，头里这领啊到这儿，那还穿个屁裤衩啊？直接穿背心就全挡住了。这个那也得穿着哦，也得穿着。哎，若隐若现，哎呦，那么朦胧，那么性感。哎，女同志也这么穿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咱还上外地干嘛呀？哦哦，对，天天在北京看呗，对不对？多开心！我就是问一下，男人啊，男人往大街上一站，啊，俩北京老爷们见着面了啊，这是烫完以后，把这个汤圆的这个烫劲儿都舔破了，组织液咽下去，再一说都是什么感觉？特别慵懒啊，疼啊，主要是啊，妈呢？我啊，没事啊，你干嘛去？我没事啊，你们吃啊，我不吃饭，你吃什么呀？嗨，我中午就炸面来点黄瓜得了。嗨，你别管了，你吃不吃？你要没吃，咱们家逮狗得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别做了，这天呼噜热的，你吃点炸面多好啊！一会儿咱俩再开两瓶零二，一会儿喝一口，哎，晚上一睡觉太开心了。我跟你说，行了，你要不吃，走啊。哎，我要听懂了，我是王八蛋。太乱了，这根本听不懂啊！这也两个人日常交流哦，看来地方特色。你吃了吗？你要没吃，上我们家吃去。哦、人说我不吃了哦，哎，我要吃啊，我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啊、哦。哎，这位说你要吃啊，就上我们家吃点炸酱面，哦、多凉快呀！这天一吃一喝，咱俩喝点二锅头睡觉，多开心！哎，这带有地域特色，听不懂啊这、哎、啊！就刚才主要记住哪几个词呢？哎，就是您那。您哦，您那哎，对了，就会这个，我就能去北京装北京人。哎、您那哦，不受骗。哎呦呵，你干嘛去您那？干嘛去您那？上哪儿去您那？嘿，有事儿吗您那？啊，没事，再见吧您那。啊，再见吧您那。去死吧您那。哎，这还，这叫什么话？这都很客气哦，就有您那就行。哎、哦，再往远走一点，哪儿啊？东北东哦，很有特色东北话。爱说什么呀？啊，干哈？干哈？哎，哦，你干啥呀？啊，就是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哦，爱说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对了，两个东北大老爷们儿啊，在马路上见面，啊，就这仨字儿，干啥呀？就能一段对话完成了？不可能，顶上有一两个词就可以了，就这几个字，就一干啥呀？啊，是怎么说呀？这个，你干啥去？啊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对，你干啥去？啊啊，我不干啥去，啊，不干啥你干啥去？我不干啥，你要干啥呀？我不干啥，我就问问你干啥去？我不干啥，你是不是你该干啥干啥去吧？好家伙，这要不是东北人，这也听不懂啊！就你一直在干啥去？干啥去？嗯，哦，那你要说东北人在北京是不是就是干啥去？您呢？是不是这么说就行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怎么你都说干啥去了，还说您那干什么呀？就是东北人在北京地方，你这有点脱了裤子放屁了，非二便是吧？对不对？干啥去？人家有人家的特色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了，不对、嗯，而且东北话一定各位都得学点哦，不受欺负。怎么会呢？因为一出门说两句东北话特别有气势，就比较霸气。对了啊、嗯，你看东北人，说实话，好多人说东北人很好多都是黑社会。别瞎说，哪有黑社会？就没有，只是粗犷一些，就只是脾气不太好。哎，对，东北人打架特别简单啊、嗯，你瞅啥呀？啊、哦，谁这么有勇气？来举手示意一下，我看一看。你瞅啥呀你？对不对？那不咋的呀，我就开个玩笑，嗯，这基本上就可以打架了啊！对对对，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完了 ，KO 了。哦，对，也就这意思啊。哎，当然你说学两句东北话还是有防身啊，有帮助的。你说走到外地了，嗯，你学两句东北话，人家要欺负咱，咱就防身。哦，你干啥呀？
哦，这就能吓唬住别人。太对了。哦，你干啥呀？不，你欺负谁呢？嗯，绝对给咱们都吓唬住。好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太有帮助。那就是说，学会东北话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也不尽然。哎，你不说最好就是上回我出门我就吃烧烤去。哦，烤串，晚上撸串。哦哦，我就让人给欺负了。你是东北人，怎么让人欺负了呢？我给我上那个串臭了，哦，有味儿。这个，我当时我就得说两句东北话，我得震慑一下他们。那怎么说的呢？过来，啊，让他过来。你尝尝啊，干啥呀？哦哦，东北人来了，你看又臭了这。哦，又臭了这个。这又是什么？又肉啊，肉啊，肉是又。又臭了，又臭了。你干啥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欺负人？啊，欺负人啊！是不是欺负人？欺负人啊！对面说一句，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。说的什么呀？怎么了，朋友？哎，有什么事吗，朋友？你要干什么吗，朋友？哎，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啊，快走吧您呐！快走！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。这可不吗？真的惹不起他，比我厉害。我这个比较吓人。哎，这个啊，你就得，但是咱不欺负人。哎，对，这有道理。有事说事儿。对对对，得掌握这个每个地方的特色啊，需要掌握一些。哎，到了天津啊，爱说什么呢？啊，吃了嘛，吃的什么？干嘛去？骂。哦，爱用这个字，爱用这个骂字，一个口加一个麻。哦，你干嘛去？你干嘛去？哦，哎，天津人说话也爱说这仨字。哦，你干嘛去？我不干嘛去。不干嘛你干嘛去？嗨，你敢干嘛干嘛去吧。这不跟东北话差不多吗？哎，这个语言就一个是干哈去，一个是干嘛去。哎，哦，到了河北不一样了。河北呢？干树木去。哦，你干树木去，我不干树木去，不干树木去干树木去，该干树木干树木去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反正哎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基本上这个对话，哦，意思是对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好聪明。哎，到了河南，河南呢？愿意说能啥去？我不能啥去，不能啥，你能啥去？该能啥能啥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说不对吧，你也反驳不了。不是，因为咱不懂，一听咱就会呀。啊，这个可以啊。哎，基本上就是这个啊。但是说实话啊，嗯，这个祖国各地的方言呀， 啊太多了。是是是，你学你也学不过来，不胜枚举。而且呢，你说相声演员，你说全国各地这么多个地儿，嗯，都得会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。等会儿，对，是都得会。等会儿，你就别说了，都要学一些。你这么说，我就都会。会指的是融会贯通。我就都会，不是，咱别吹。你说你我都会，你都这么抬了，你什么都会？就我已经抬了，我就无所谓了。我是吗？我都会。都会，我都会。那我考考你怎么样？随便考考你，咱也别挑剔。刚才那几个地儿就别问了啊。那，啊，都不问了。什么东北啊，什么，啊，什么什么北京啊，天津 啊河南河北 啊这都别问了。那你要问这个就该干啥干啥去吧。对，就这个。问别的啊，咱往稍微远一点的地儿问好不好？多远？没多远。咱们中国版图啊，四个角啊，咱往远一点的问，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蒙古话您怎么样？蒙古你去过吗？啊，我没去过啊，随便问，哎，随便问。不是你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我要说我去过呢，啊，那也随便问。对，我得先说我去过才行。好，啊，就问了啊。比方说，由浅入深，想什么问什么啊。比方说，见到蒙古朋友了，我要打招呼问好，怎么说？蒙古没有人。哎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啊，谁告诉你的？蒙古没去过吧？我没去，没去啊。对，蒙古没有人，蒙古是片海。不是蒙古，你看都说蒙古都在水下呢。谁告诉你？蒙古都说游牧民族啊。对，这是这，就是游都在水下呢。蒙古人打招呼听不见声，啊，都在水底下，都是呜噜噜噜，都有泡，你知道吗？一说你废话，刚才头里说了有泡，那是放屁，人家那是见着屁才有泡呢。人家你别戳破呀，戳破还有味儿呢。不是，人都懂，人家就那咱学的教材不一样，我们那教材人家就是草原，人家底下有水草，你甭问，骑的马也是海马，海马啊，人家说在草原上驰骋，骑马就是骑着海马在水草上来回游，是那意思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没有，我就告诉你蒙古话怎么说，你来，告诉我说什么？就你好，打招呼问好，这就是蒙古话。你别来这套，你就问好。蒙古朋友互相问好是吧？啊，嗨，行行。没有，这太省事儿，就是人家蒙古话里边怎么说，听着啊。嗯，闷的了闷的，
你确定没骗人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门你好你好，就打招呼。门什么？门德勒闷的。门德勒闷的。对啊，门门的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反正门的闷的，就这么说就行啊。那要是人多一点，问大家好。齐了闷的，齐了闷的。啊，这也是个复数词嘛。齐了闷，齐大家，大家好。齐闷的什么？齐了啊。那要再多一点，问问全国人民好，那就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闷的。哎，对对。通通的闷的闷的，这对吗？问不过来，人太多啊，就是也没有这么问的是吧？啊，那换一个啊，那比方说蒙古话管这个，哎，走怎么说？亚布路亚布路，亚亚什么？你就记成亚马路亚马路，就直译亚马路就是走。对, 对啊，亚亚马路亚马路啊，那快走呢？骑了亚布路，骑了亚布路，啊，就是骑了亚马路，骑了亚马路，哎，对，就别躺着，哎，躺下烫，哦，也是热啊。那要是蹦起来跑呢？巴格亚路，哎，巴巴。这我会，这骂人呢、啊、这是一刀扎死你，什么凭什么蹦起来跑，这是人干的活吗、啊、那人蹦起来唰就能跑，那叫窜。哎，啊，也得有这窜啊，正常人蹦起来怎么跑？不，你别急，这不想什么咱就问什么嘛。那蒙古话管这个，哎，吃饭怎么说？扒了一地。哎，扒了一地，蒙古人都撅着吃着是怎么？扒搭一地什么意思？扒搭是吃，一地是饭，粮食不都种地上吗？啊，就是直译啊，吧嗒一地啊。那我不吃饭，吃什么？我吃肉，那就是马哈伊西。哎，这个发音怎么管？马马什么？马哈伊西，马哈伊。哎，吃肉，张大口，大口。哦，那要具体一点呢？那吃什么？我要吃牛肉，那就是大鸡脚马哈伊西。哎，大鸡脚马哈伊西。对呀，牛肉吗？不是。是牛吗？啊，是是牛。大鸡就没喝一些。那我要吃羊肉呢？小鸡就没喝一些。啊，那我吃鸡肉。尖嘴子没喝一些。啊，那我吃鸭子肉。扁嘴子没喝一些。我就知道了，合着蒙古话都在特点上找，那还说什么大鸡就啊，牛肉直接说闷闷没喝一些，这多好。那要这么说，羊肉就是咩咩嘛哈一些，鸡肉就是咯咯，鸡肉怎么是咯咯的？鸡肉应该是来呀嘛哈一些，这不也对？这不都在特点上找的吗？这个演员太有生活了，看见没有？是有什么肉？这你说的不对，废话，什么叫闷闷嘛哈一些？我说闷闷了吗？哦，对，闷闷我说的，对。哦，就是你那刚才大鸡脚这个，大鸡脚，牛鸡脚大，大鸡脚啊。那我吃别的没特点，在别的特点找啊，也能找。当然了，我吃大象肉，长鼻子嘛哈一些啊。我吃蛇肉，曲了拐弯嘛哈一些啊。我吃骆驼肉，两个分包嘛哈一些，怎么不行啊？真能编，还两个分，两个怎么了？哎，骆驼肉你可以说麦当劳嘛哈一些吗？内蒙就没有麦当劳，没听说过。那么大草原，麦当劳送餐得累死，不可能。这边打电话啊，先生，来一个巨无霸套餐啊。先生，你在哪儿了？你找我来呀、啊？嗨、哎哎，这有点欠了。有吗？不是，咱就说废话。那麦当劳怎么说呀？一个小丑马哈伊西不也行吗？那肯德基呢？一个老头马哈伊西。我就听着，你不说特点上找吗？废话，特点你得人有的呀。人有，你甭管有，你要这么说好，我来给你来一难。哎，我要吃企鹅肉，这怎么说？内蒙有企鹅吗？企鹅在南极呢，草原上走出俩企鹅来，冰山长毛了，可能吗？那你保不齐呢。咱现在都讲究放大假放小，长假短假，那企鹅没准赶十一放长假，自己打包背条鱼，企鹅溜达的人就去内蒙。企鹅打南极溜达来，人溜达。企鹅那腿就这么短，打南极溜达来都磨没了，走出一肉蛋来，这玩意儿好看吗？什么叫肉蛋？我就问你，企鹅肉怎么说？非吃企鹅，我就吃它了。QQ 嘛哈一些。